戏呀、啊、或拍戏呀、啊，都会有这样一个表达。然后上面会写时间、地点、什么场景，然后我们这一步呢在演什么？好，那经由这里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对不对？挺好。然后呢 ，action 就开始了哦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盘子啊，这个表示怎么样？这个戏剧怎么样？要开始了，好。那我们的这个自动老师呢，子敬老师来帮我们打板子，表示我们戏剧即将开始。那我帮你看看。阿秀跟阿明啊，